虹。今天是礼拜五的晚上6点多钟，所以人也不是很多。一般周末来的话，人会比较多。这边东西非常非常的齐全。这个是我爸爸妈妈在这边最喜欢逛的地方。今天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开箱。我今天收到了大疆的这个 Osmo Pocket 的这个 camera， 所以想跟大家一块来打开看一下，看是不是好上手。这个我是在亚马逊上买的，一个套装大概是300多块钱。我们现在开始做一个kayak的开箱。我们收到了我们买的这个双人kayak，然后之后的话就可以直接从家里的后院把这个小船荡出去。我们每天都可以让我们荡起双桨。早上好，星期六的早上好安静哦。哇，今天是一个很棒的天。王瑞今天打篮球不小心把手弄伤了。快看，在这里手虽然看不出来，但是据说它挺严重的，很痛。现在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什么表演？现在我要用冰敷来敷一下，这样的话可以加速恢复，不然的话如果这个手肿了的话，它们恢复就会比较慢。现在恢复了，这个冰已经是融化很多了，可以看到很多水啊。今天是晴朗的星期六，我们准备开始我们第一个 kayak tour。太累了，划了2个小时，有3个小时的船，现在手都是抖的，然后吃一碗西瓜放松一下。我们准备去 Palauto 附近的一个地方去听相声，现在车里面放着乔布斯的书，我的司机。给大家看一下风景，远处的话就是东湾的山了。我们今天过来看一个相声表演，这个是硅谷地区的相声表演，在 McAfee Center。
来看喊喊场的，阿金姐啊！哎，你刚蹦大啥了？你是谁呀？你叫谁呀？我叫你呀。错了，这儿应该是哒哒滴哒哒。